被教辅，而且它容易让孩子形成一个依赖，你知道吧？上课不好好上，反正回到家还可以看这个书。以某老牌教辅为例，这个教材全解，其实六成以上的内容，你们凭良心告诉我，他考吗？他不考。那么这些内容，我个人觉得家长用来自我提升是可以的。第二，校内同步练习类，这一类教辅是紧跟课内练习和测验查缺补漏啊。我的建议是，学校买什么就用什么，发现了问题之后，你自己积累好失误点就行了，自己别再去再买一本同步练习了。你建立错题本比什么都重要，学校有了你再买，孩子练完这个机械性的问题或许他不会出错了，但是没弄懂的理解和运用的这种类型的题他还是不会，这类题不是靠刷题就能会的。第三，单元期中期末检测卷，这一类型的综合性更强，可以巩固知识提高，这类型的教辅综合性更强，可以巩固知识提高培优，这种快速了解你这个阶段所学内容的一个整体的把握的情况。我的建议是，学校没有考试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来自测，学校有考试频率比如说在一个月两次，那你就别瞎忙活了，把学校的考题每一个角落都搞明白你就不错了，还要啥航空母舰，诊断好一份试卷比你刷100套试卷要高效的多。第四类，总复习备考类，这类书呢，梳理了3年教材的内容，整合考题，实现你的升学目标。老吴的建议是什么呢？这类教辅一定不要跟着学校毕业最后一年才买，最好早一点去准备。理由呢，我就不多说了，全程备考，这是我一直强调的。接下来第五，工具书，学科知识大全，背诵整理或者方便学生查找学习的海量的知识点的书籍。这类型的书籍，我的建议是购买那种设计的比较全面的细致的方便查找的啊，每个学科根据需要进行购买。接下来第六类，方法类学科指导，学校老师普遍其实最缺乏的就是时间，他们被琐事才产生，无法静下心来好好研究课程体系，研究学生，研究学科，甚至没有办法及时学习，根据考试的要求和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研究透学科底层架构和上层建筑，说清楚学科的门道。这类型的教辅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弥补课内教学的不足，这在我理解上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辅啊，它是俯视你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这类书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半路出家或者是辅导出个清华北大的孩子的那些奶爸奶妈或者是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就能写出来的，学科内容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个案代替整体，以爸妈式的神秘干货分享替代科学的讲授。那我想如果状元真的能量产，那一线老师你今年培养一个，明年你再培养一个试试呀，对不对？那很多业余选手绕一圈大家看得好辛苦，其实大概率基本都还在门外徘徊。有道才有术，真正的高手永远不在术的层面徘徊，而是一开始就找到了厉害的道法。比如说郭靖这种天资很一般的人，他只要找对了师傅，照样能成为一代武林高手。有方法讲授，也有考题精炼，还有详细的解析，这才叫好教辅。有时候一本好教辅可以让你少走弯路。而且说实话，很多人自己遇到好的教辅甚至是老师，他也要留一点东西给自己，不是吗？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以后和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课外辅导你有什么心得和困惑，欢迎研讨。我是语文老师加教育作家吴小怡，关注我。如何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树立好自己的威信，有一点非常重要，一句话送给大家：不安静不进教室，不干净不进教室。如果你走进一个新的班级，这个班级里边乱哄哄乱糟糟的，请你千万不要随意的走进去。第二，如果你发现这个教室里面有垃圾，无论是讲台上还是地下还是同学课桌周围，也请你盯住那个垃圾，不要走进教室。接下来你会发现，当你目光所投之处，自然会有学生有反应。这个时候哪怕只是局部有反应，你盯住一部分的学生看，比如说他没有在专心的听讲或者是等着你的到来，那你盯住他的时候
它就会有所变化。这时候只要是班级有一个地方有变化，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就会让其他的部分都发生改变。比如说一个地方乱，另外的地方它也会乱，对吧？还会产生蝴蝶效应，越来越乱。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安静了，那其他地方也会像受到传染一样，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好，那么垃圾是一个道理，你不妨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光靠吼，光靠声音大来管孩子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小的孩子啊。那么怎么做？我们会发现这个演讲者出场啊，大场面伟人出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你们看是不是？好，和你的学生在第一节课一定要约定，你们看我的手势就好了。当吴老师已经生气的时候，我才会张开我的嘴巴说话。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场合，比如说操场集队的时候，比如说运动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看电影啊，组织同学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等我生气的时候，或者我已经拿着小蜜蜂大吼大叫的时候你们才听我的，你们就要注意看老吴的手势。当我比出这个手势来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觉得你们太过于吵闹了，你们需要安静下来。跟学生做好这样的约定以后，你每次真的不需要这么做啊，就是安静，安静，安静，就不需要这样才会有效果，明白吧？因为你记住了，你开学第一天见到学生，你使用的音量和你的气氛程度，那将是你未来教书过程当中的一个下限。我们老师真的会越当越累，然后火越发越不够，那学生越来越不听，那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不妨一开始就把一切底线先建立好。那么这是你梳理好自己威信的一个小小的妙招和前提啊，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希望你关注我，接下来我会出一系列的帮助老师们树立自己威信的系列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好，我是吴小艺。很多小朋友们都问我说，为什么觉得中考语文成绩还行，可是到了高中的话就断崖式的下跌呢？今天老吴给大家总结了三点原因，你看一看可不可以对号入个座啊。当然还是老规矩，十个赞，那我将陆续更新下一期。当然这期视频涉及行业内幕，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哈。如果能发出来，一定记得给我个大大的赞。首先第一，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学霸考12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20分，而你考105分是因为你只能考105分。比如立定跳远，我们中考要求跳过1.2米就都满分了，专业的说，这效度和区分度也太低了。你俩都考120分，但是呢，含金量也是不同的，这个隐性分数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们可能到了高中一开始都不行，但有的同学突然发力，他很快就超过你了。那毕竟有一部分能力在中考当中人家是憋着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对吧？浑身不得劲儿。到了高中，知识难度加深，背诵量也增加了，在能力层面需要你自己分析并解决问题。比如初中老师啊，教你的知识啊，是让你煮速冻饺子吃啊，到了高中要从这个和面开始啊，自己包饺子，最后吃到嘴里，甚至最好你自己还能通过包饺子学会做各种各样的面食，是吧？你不懂得原理和架构，其实是很难应对高中的学习的。但是呢，有一种人，人家初中开始就爱吃饺子，老师没说要学着自己包饺子，他也学会了，而且他还看不上速冻饺子，自己已经包了3年，那了不得啊！到了高中根本就是人家的主场了哈、啊，他就是天选的非遗传承人呐、啊。接下来第二点就是阅卷放水内幕啊。全省各市各区成绩其实在考完之后啊，是要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的。
那自己城市的老师改自己的卷子，那谁会让自己的分数太难看呢？及格率太低呢？啊，优秀率又不高呢？对吧？所以放水改卷导致分差极小，很多题目啊，平时要扣的分，中考可能干脆就不扣了。原本两头尖的这个菱形结构拦腰砍断，变成了一个三角结构，那你自然就看不出中等生和后 30% 的同学有什么差距了。那建议中考啊，跨市互批，高考跨省互批。当我什么都没说啊。第三，思维没形成。没有前期的积累，其实你很难短期建立连接。思维力是必须长期培养的，最速成不了的就是它了。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多老师和家长就忙着去搞应试了。其实初中的应试呢，它的上限是非常低的啊。比如很多同学到了高中就觉得语文太下头了啊，作文实属最下头。初中小学写语文呢，很多老师都是教着靠背嘛，为什么？平均分高嘛，背出来的作文，对吧？高中语文断崖下跌，作文玩不会了啊！看到有很多老师教学生去背作文，去找个素材，然后去变换一下，甚至就是教一些公式，然后来套作文啊！那这些真的是违背了学科的规律啊！敢问真正有多少同学在考场的时候用上了？爱上了，提高了多少分儿啊？那么怎么整活写作？如何长远布局语文学习？点赞10个，下期给干货。这个系列将是老吴长期更新的一个系列，关注我，我是吴小艺。大家好，我是小艺，今天和大家夜聊一个话题。你在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被开过颜色玩笑吗？那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有一次我穿了新的衣服，就来到办公室，那天办公室就有一个中年女老师说，小艺穿新衣服了，年轻穿什么都好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中年女老师接上了一句说，不穿更好看。然后我顿时之间，你知道我就愣在那儿，我愣住了，因为这个办公室里面有男老师还有学生啊，所有老师都在。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尴尬的哈。后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天办公室没有男老师，我会不会没有那么尴尬？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件事情的本质并不因为有没有男老师，他的本质是他的这番话语是指我年轻，我的皮囊是有弹性的，身材是好看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你真的见过吗？那我是维纳斯，我还是大卫，你真的看到过吗？如果我不是一个赤裸的艺术品，那这番话所指的其实就是我的身体能够唤起别人的欲望。那么我为什么会生气呢？你仔细想一下，其实是因为我被物化了，进而被消费了。我是因为我被消费而产生了一种愤怒。其实也有很多的社会学者做过调查，就是女性其实更倾向于在颜色笑话当中去消费女性。它的本质其实是厌女以及自身能量的一种缺失。那深层次上来说，我今天也想过啊，其实是我们对爱和欲的某种深度的混淆，其实在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那关于爱和欲，我觉得一位德国的学者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解释，他觉得爱其实是站到对方的角度去对他进行一种审视呵护，是站到对方的位置去关照对方，而欲是把对方彻底的物化，站到对立面，是自己释放自己嗜欲的一种方式。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感官描写啊，那么这些感官描写，说实话，就是很多感官你一旦放大10倍或者是20倍，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更深层次的
爱或者是欲产生，但是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些描写它究竟是基于爱还是基于欲。那我觉得我先举一个例子，你怎么来进行一个判断。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为难我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遇到过，大学有澡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卫生间可以去独立的卫生间去洗澡，所以你就要在澡堂里面去洗澡。这对我来说真的，即便是分了男女澡堂，但是一格一格的，对面也看得到你赤裸相见的那种感觉，我是特别恐惧的，可以说。对，而且在我看来，我其实是一个无性别主义者，你能够理解，你把我丢到一个女性的澡堂子里和把我丢到一个男性的澡堂子里，其实给我带来的那种不适的感觉，尴尬的感觉是不相上下的。对，就包括我现在始终都觉得分男女厕其实是一种最大的霸权。为什么不设立第三卫生间？因为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的入侵，其实我们都是格外警惕的，所以我们才后来穿了衣服，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种遮羞，一种装饰，对，都是这样的一个进化的结果。直到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事情也非常的难忘，就有一个姑娘突然之间我在洗着澡就走了过来，我不认识她，她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搓一下背。我愣住了，那我这个时候是帮她搓背还是不帮她搓背？搓完背之后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她要帮我搓背。这个时候她说，你不搓背吗？你这背没人搓脏。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好，她搓背，她就发出了一声惊叹，你的背好白，皮肤好细腻。你知道我当时整个人震惊了，因为她是典型的那种北方大妞，我是一个南方的姑娘，所以我真心当时是接不住她这番话的。我说，我觉得她这么一惊呼，周围所有人都在看，你知道吧。但是这个时候很奇怪，我却没有任何的心理不适，就通过她帮我搓完背，我帮她擦完背，我这个心里是彻底脱敏了。我也在想，为什么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彻底让我觉得好像可以去直视一些东西了。我觉得很明显，其实是因为我明白，因为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是可以被直视和欣赏的，但并不是你欣赏的喜欢的你就要去据为己有。那前段时间也有一个事情，说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女性化妆遭到了批判，我就说他们是为了讨好男性考官的认可。那其实我个人是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也竟然大部分是女性啊。那我个人觉得女性提出的这种观点以及他们对待其他女性化妆的态度，其实是对自身性别的不自信，是一种厌弃。那难道我化妆就不会是为了讨好我自己吗？讨好同性吗？为什么你要预设说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男性这样的一种预设？这是生活。那在我们文学作品当中其实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啊，描写，比如说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一些感官的描写，它唤起的是你的爱还是你的欲呢？那我觉得这可能和作者没有太大的关联。如果作者是一个纯客观的呈现，那就要看你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阅读体验和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机制的反应了。那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之前的话也有人质疑过一些作家，包括儿童文学的作品里面有一些感官的描写，那觉得放在儿童作品里面是不合适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来判断一下，有时候我们会剥开一枚荔枝，或者是当你完美的剥开一个水煮蛋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会有一种晶莹的像宝石一样，就有一种完美无瑕的感觉。那进而我们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什么，我甚至有一点点舍不得破坏它，然后不愿意把它吃掉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喜爱，你想要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保护他，想要一直呵护他，守护他。那其实我们翻到曹文轩笔下的感官描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几乎都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爱，它本质上是思无邪。那就像在澡堂子里，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别人看我的目光，以及我自己去直视别人的目光呢？或者说我觉得如果作者有敢于像这样的一种呈现，或者在他那儿根本就不存在感或者是不敢，正是因为心里头干净，所以我觉得也才能够非常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描写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场景或者是一种感受。我们把爱曲解为欲，其实是这些年欲望没有得到释放的结果。那说实话，就是对这种人我是非常同情的，但是你又觉得他很可恨，恶意满满。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就立刻想到白璧璧，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要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有一次访谈节目，俞飞鸿在和几个男性聊天的时候就也聊到过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男主持人是非常不礼貌的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你如何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呢？然后俞飞鸿直言，男人和女人不太一样，男人可以把爱和性分开，但是女人不可以，没有爱情的生活注定是悲哀的。那我想如果到今天人类作为这种高级动物，如果到现在还在去用洋剧和封建道德看文学作品，那我觉得说实话你不如自己去买个充气娃娃回家。还有就是有一些宝爸一天在抖音里刷那些脱脱跳跳的小姐姐，你怎么回到家看到你儿子看这样的一些内容你就能炸毛了呢？那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儿子是在看抖音小姐姐？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判断，固有的一些观念去看待别人客观呈现的一些东西。那关于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姐姐生的飘飘的这段话，其实是出自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如果不知道你搜一下西南联大的历史了解一下。我想如果汪老要是活到今天，看到大家像这样去解读他的文章，你就算是拉两火车皮人来他都能够把你骂回家。最后那我真心的呼吁，其实女孩子们真的应该从心底里面学会自信，学会自己去伸展自己身体里面的能量，做一个优雅自信的女人。对，借用汪曾祺老先生的一句话吧，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来作结。栀子花粗粗大大，有香的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今天就要告你，孩子该打还得打啊！告诉你不要打孩子的人，你不看看他是谁啊？是别人孩子的父母，或者他自己还没生过孩子呢？而别人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那凭什么断言不该打孩子呢？别人的孩子啊，一般都很优秀哈，这优秀难道没有可能是天生的？比如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从小就不规矩，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讲道理呢也根本不听。另一个呢从生下来就很安静，爱笑，还特别懂得察言观色。你说这是我培养的吗？那我估计很多鸡娃号会告诉你说，胎教很重要哦，对吧？你要把两个孩子都教育成理想的模样，你说这方法它能一样吗？啊，我说实话，谁愿意把真实的教育历程和你分享呢？这些例子呀，它都是非常典型的个例哈。而又凭什么人家会把一个不太理想的孩子教育的理想之后，人家愿意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呢？这个课不应该是天下最贵的一堂课吗？
我曾经的同学哈，动辄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啊，我确实在他们身上呢看到了很多闪光点哈。我的学生呢，双一流、藤校、本硕博连读根本不稀奇。可是很多时候，你去问老同学的爸妈、阿姨，你怎么培养他的，让他这么优秀的？我没怎么管啊，打麻将、去旅游啊，不打不骂，他也就勉强考上了个清华吧。然后你再问同学哈，那就更谦虚了啊。最后一个学期一不小心一努力，哎呦，就上了北大了。其实我也没想到啊。说实话哈，我身边更多的是复读几年考上北大的，以及打打骂骂、吵吵闹闹，最终成长成才的孩子。那你觉得哪个更贴合你这个生活实际呀？哪个更真实啊？作为教育工作者和二胎妈妈啊，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对很多孩子而言，不打是不可能成才的。你就像抗生素，绝大多数时候它是可以救命的哈。当然癌症那不行啊，该打你还得打啊，特别是小孩子，他动物性的大于人性。那但是咱们呢，就不叫打孩子啊，咱们叫惩戒。啊，这和打有区别的哈。惩戒什么意思呢？咱就事论事，你这要求一定框定好了哈。然后呢，他违反了这个原则之后呢，你用打造成的疼痛加深印象。其实这个呢，和背书的时候那个肌肉记忆的原理是相似的哈。而且打在很多的场合啊，其实他对孩子的伤害是小于言语的伤害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外边排队的时候啊，升国旗都很安静啊，孩子们都在外边站着排队啊。这时候有一个孩子站歪了，或者说他在讲小话和别人。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大吼一声某某某，哎，注意别讲话了，升旗了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要么白你一眼，要不然呢啊稍微听一小会儿话，然后呢过一会儿又出出出出出出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那这个时候你宁可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你悄悄走过去蹬一下他啊，打一下他的手臂。哎，这个时候他没准儿会觉得感谢老吴给我面子啊，我要站好。啊，其实这个动作呢，他严格上说不叫打，这叫一种警示。这种打就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他会记得你的好，因为你保存了他的面子。啊，那确实有的老师呢也会对孩子动点手，但是为什么人家不追究呢？孩子也不追究呢？哈，那前提其实就是信任。那么你打孩子，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记仇呢？打的前提是什么？其实就是信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培养啊？你想想，你和领导如果能处好关系，和你爸妈啊，你能处好关系，和你的伴侣你能处好关系，和同事你能处好关系，你把以上的智慧、忍耐、毅力、勤劳啊，给它都综合起来，叠加 buff， 我相信你大概率也许就能和你自己的孩子处好关系了。教育好孩子，和自己相处好，我想是一辈子的课题。关注我，我是吴小一。大家好，我是吴小艺，想变富，想上清华大学啊！我想看你怎么学语文就知道了。这些年啊，如果说看了这么多学生，其实确实在学语文这个学科上最能体现出学生的一些基本的素养和能力啊。那如果在我们眼里边的富人哈，他们是锦衣玉食，资源丰厚，那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这类人。今天我不想说什么富人的内心世界也要丰富啊，我不想和你玩三观的文字游戏，富就是富。咱们今天的语境可就是它的原意，富有啊。你们一定会觉得富人们从小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马术、高尔夫、击剑这类贵族运动吧？不，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能够交到朋友，开心快乐就好。啊，不是因为你学了这些你就高贵了，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有钱嘛，你就高人一等，对不对？所以别人慕强啊，把这群富人给捧贵了，
所以他的这些运动也就自然而然贵了啊。当然你也不排除凑巧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这些项目，那有钱人不喜欢这些项目的我想大有人在啊，只是没告诉你罢了。那大家也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就什么李嘉诚的儿子坐火车睡地下买站票啊，这一类炒作你们也真的有人信？李云迪的手都保价了十几个亿，大公子真睡通铺，只有一口气买进全球限量版的鞋子，没有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公子哥，嘿，可最后人家还是赚了，为什么？这叫垄断。普通人你心心念念的呢，到最后你还是想买一双这样的鞋，你不还得找人家吗？这叫越有钱越有。那么什么是学习上的垄断呢？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留言区和我讨论一下。我一个同学高考400分，他哥上北大，他上了清华啊，后来呢大家说哦他是足球特长生啊，于是很多人呢就去模仿了啊，心想读足球特长生能上这个北大那么低的分啊，那我也搞特长啊，同样是特长生，你最后发现我怎么可就上不了清华了呢啊。后来我们也才知道人家老爸直接捐给了清华一栋楼、啊、那说到这儿，哎，你又觉得老吴太悲观了吧，你又嫉妒了吧，是吧？有什么可嫉妒的呢？各位，如果你要真给北大能够捐一栋楼，我如果是哈佛校长，我作为中国人，我但凡有点私心，我让你走后门读哈佛都行，知道吧？那穷人真就没有路可走了吗？不，咱也不能那么悲观啊，这不是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的核心啊，毕竟该借鉴的还得借鉴。那富人注重培养孩子什么呢？对吧？学习很重要，意志力更重要，脸皮还要厚。学习是无处不在的，每时每刻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啊，从小就培养孩子不服输的意识。锻炼意志力的方式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啊，最廉价的就是跑步啊。啊，除非你想穿一双上万块的跑鞋，对吧？那不廉价啊。游泳、攀岩、打篮球其实也是可以的。就你很难想象你让一个青春洋溢的孩子去打高尔夫球，那你还不如跟爷爷奶奶去打门球，对不对？我想说啊，那什么人会这么培养孩子呢？那是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药商、倒爷做的事儿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别人相信啊，相信自己，因为他自己开的车子、住的房子、养的儿子都很高级啊，那这样生意不就能成了吗？啊，当然，如果你恰好就是我说的这类人群，那咱们后边也可以好好聊聊小资产阶级如何培养孩子哈。那大企业家养孩子，孩子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容易抑郁的孩子呢，他有个特点哈，心太善，脸皮呢又太薄了。富人养孩子啊，书本上的内容实在学不懂，孩子愿意就请私教，不愿意呢就发展什么？发展特长呗，那再不行哈，咱就期待他心理健康就好。总之啊，对分数的这个期待远远是低于普通家庭的。给孩子一片森林，孩子自然不会走极端啊，他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有了钱呐，这个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姚安娜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要混娱乐圈是吧？好的，老爸出钱就行。但这个家业还需要有人继承，对吧？那怎么办呢？多生啊，总能生出一个有基因优势和后天成才继承家业的吧。但是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真的只属于资源丰富的阶层，别的孩子自古华山一条道。可是咱也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啊，咱给不了一片森林啊，但是咱至少可以给孩子看到森林的机会吧。我想只要你看到，只要你给他眼界，那这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不会来得那么容易，不是吗？而语文其实就是为孩子的生命打下底色，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学科。
语言的力量真的是不可估量的。那除了重视心理健康之外啊，那富人们还比较看重的是孩子的知识面啊，见识、眼界。那我有一个学生，他爸是香港企业家，妈妈是日本人，家里有四个孩子。小的弟弟呢比较贪玩，自律性差一些，但爸爸呢就是希望他能学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啊，以后把国内的这个市场交给他。啊，就要求什么呢？老师呢给他好好讲故事就行啊。那我吃惊的是什么？一节课除了在给他讲述啊，就是在回答他的问题。再有趣的内容他也能比较理性的跳脱出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思考。这真的非常考验我的知识储备啊。好在他也挺喜欢我的哈、啊、最后他和哥哥姐姐一样顺利去藤校读书了。那家里根本不在乎升学和考分啊，当然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啊。那人家这孩子呢也不娇惯，每天自己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学啊，上的是国际学校。而这里的国际学校可不是咱们知道的那种啊，学几门语言啊那种小班教学啊，考个雅思托福准备出国留学那种天价国际学校啊，而是各国驻华大使、外国的驻华公职人员和外籍人士专门送的学校啊。学校没有什么集团冠名，也没什么商业化哈、啊、也不是你出钱就能进去的。再说一条啊，没有苦难谈何美好，没有劳动谈何珍惜啊。那我呢也不是富人家的孩子啊，但因为有一些积累，生活呢还可以啊。但很多家庭条件差的人经常会对我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啊，比如说我20多岁的时候啊，如果刚工作，我买了一辆这个 Mini Cooper 啊，他们一定会说我就是被包养了，你们知道吗？还有我某天可能换了一条裙子，其实呢就是地摊货，知道吧？但是有人硬说这是 BV 这类低调大牌啊，那我真是没办法哈、啊。可能人家也是抬举我哈、啊。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在为自己现阶段的无能无力找借口。为什么呢？别人的成功都是拼爹拼妈，对吧？你看到别人有成绩，都是幸运，都是捷径啊，而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扎小人身上，是吧？其实啊，穷人最宝贵的经历就是苦难啊，但如果不能从苦难中走出来，那就是深渊和地狱了。其实很多成功人士心里边的苦你也未必理解啊，你生活在恨意当中，自然看不到善意和美好啊。这个播种、施肥、除虫、收获啊，这劳动的过程很多孩子都没有经历过，你不靠自己劳动创造财富，急功近利，自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哈、啊、掉下来不也得有守株待兔的耐心吗？你至少得有耐心呐、啊、是不是？我想说富人特别注重孩子的社会实践、劳动参与感，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个过程最容易产生人生的大智慧啊，消除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小布贝尔乔亚的通病。啊，所以有的孩子可能家里边条件并不好啊，但是却养出了大小姐的毛病啊，这也是很常见的，是吧？之前呢，我也和大家分享过我对北大附中这类名校的看法，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消除误会和偏见。那么咱穷人的孩子要如何培养呢？你这个照搬富人的标准肯定是不行的。啊，那哪些可取，哪些要换呢？啊，语文学习最典型啊，甚至我想告诉你，语文学习的方法和态度直接决定了你未来能不能实现阶级跃升啊。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第一，注重阅读和知识储备，无论哪个阶层都没错的哈、啊、这一点。越穷的人看手机的时间越多，而且孩子的交友质量和他的阅读量是成正比的。第二，注重方法和基础。咱可能没钱请奥数教练，没钱请私教，但咱可以来老吴的视频白嫖啊。抓住学科学习方式，狠抓基础，你也能脱颖而出。毕竟要想超过富人，记住一点，
没有太多危机意识，没经历过生活苦难的孩子，他的心不够细，也不够严谨。第三，可以找一个开销不大，但可长久积累的兴趣爱好，坚持到底。十年，任何人在这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专家啊！你背古诗、篆刻、制作这种传统的香道香粉，对吧？研究东巴文字。等等等等，你千万别和我说拼乐高哈，太烧钱，不适合穷人。那么这个兴趣啊，可以发展成职业啊，多一条路总是好的。谋生的手段非常的重要，你得先有了这个，你才能够发展别的。别学偏门，奉劝一句哈，容易掉坑里，千万别炒股，别相信捷径，不要盲目相信不加甄别的学习富贵阶层育儿方法。比如什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蒋方舟母亲的育儿法，哈佛女孩某某某，比尔盖茨退学成了富豪，对吧？状元之路哈，我想说这些真的都是个例，是包装出来的，而且和您的阶层出入太大，您容易误读，不是吗？啊，最后希望所有关注我的朋友都能实现理想，大富大贵哈，富在精神，也富在物质。拜。大家好，我是吴小艺。什么是穷人思维？有什么样的标志？首先，第一，对成功的捷径无比迷恋，不分享酸葡萄二极管矛盾体。那我觉得呢，综合突出表现在以下这一点上：在学习中既向往情怀，又拒绝务实。有人说学语文靠情怀，哈 ，no。你见过哪个企业家卖情怀成功了？罗永浩吗？所以人家值得尊重尊敬。那你语文如果说考了60分，我也说一句，大哥，我敬重你，虽败犹荣。这你考点都没有乱清爽呢，鬼迷日眼，你玩什么情怀？你这一期咱务实，先把你的心态扭过来。首先第一，老吴发现有很多同学好高骛远，看有人比自己学得好，就觉得学霸都是死鱼眼、树袋子，而自己起初觉得是学习这块料。自己呢，你起初可能觉得自己就是学习这块料，可是你又不肯努力，或者说努力一阵子没成效，就觉得自己好丢脸。尤其在遇到几个不爱学习的同学，你就跟着人家走着走着，你走偏了，玩废了，真拉。第二点，还有一些同学完全的脱离实际，比如上一期我不是更新了一个视频嘛，一个月干完《红楼梦》的那个功利做法啊，就有人来逼逼了，就说捷径三个字，背读写，千万别去研究定义，那用语法来逆推，对吧？那是语言学家做的事儿，你一定要先积累现象，再去破冰。天天坚持，绝不放弃，一定会有收获的。那举个例子，就拿一段文字来说，你读它不如背它效果好，你背它不如你自己内化后写出来。就拿咱们最头疼的文言句式来说，比如这个定语后置句。马之千里者，你不理解你就读它，读它100遍，熟读成诵，那最后你造个句子，人之无言者，嗨，你不就都明白了吗？考试要考到了，比如说这个句子，以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你能立马就反应过来，这就是定语后置句。闭上眼睛，你不应该都知道这力和强应该是修饰词吗？
难道你还要去研究定语后置，现代汉语中定语是修饰和限制名词的，一般放在中心词前，在文言文中有时为了突出中心词的位置，强调定语所表现的内容或者是语气的。我们经常说文字功底好，语文好的人，咱们会这么形容他，说这个人肚子里有点墨水。他这里的墨水两个字，他的能力要求不是积累实际，而是运用的层面，但运用的前提他就是积累，否则啥都是虚的。尤其是告诉你别盲目迷恋捷径，那些蒙猜大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你按套路蒙对了你就赢了，但大概率很多人还是会拉垮。这和炒股的神号有啥区别呢？你还不如炒股有规律呢。老规矩，点赞超过十个，下一期咱们悟个虚，和你分享一个结论。老吴观察无数届学生后发现，学生未来富不富贵看中学如何学语文就知道了。踏踏实实学，积小流成奶茶，没问题啦，下期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最近很多同学都要我给寒假的一些计划。其实我想说，你做再多，你方法不对还是不行。就算你再刻苦，你没有走进正确的逻辑框架，你可能还是会适得其反的。所以我前思后想，我觉得不如今天就给你我这十多年来总结的一些方法。按照我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假期最合适的其实就是去搞定你的作文。打一个比喻，就是一只孔雀，你把它的毛全都给拔掉了，那肯定就不好看了。我觉得你想要让它在羽翼丰满的那个时候美丽动人，它必须有孔雀的骨架也才行。那也就是说，人家原来的结构是不能塌的，对吧？写作文也是如此。那很多同学从初中开始就陷入作文的这种低水平的那种层次循环的怪圈啊，比如说第一浅啊。一想深刻就没有办法发散，字数还不够，长篇题，于是你就想，我就反复点题，就复读机了，就变成一篇作文，有没有？这样反反复复当中，你发现我的利益怎么就越来越浅了，我就流于表面了。要么就是字数不够，我就凑字数，凑字数又导致偏题，发现没有？偏题呢，又反复点题，又想深刻，无法自拔，字数又不够，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作文低水平循环的怪圈。那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作文其实也是有一个万能法的，只不过老吴不想把它说的那么夸张，但是我相信你学完这一招一定会让你的作文支棱起来。那今天老吴要引入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作文题的时候，总会发现这个作文题里边它会有一个核心概念。比如说我说下面这几个词你就应该有体会了，工匠精神、联大精神、冬日暖阳，好，这都是从题目里边提取出来最核心的内容。那咱们以工匠精神为例，它的内涵有什么呢？认真细致，这是态度层面的，探究创新，这是方式层面的，那还有就是超越世俗功利，这是价值观层面的。那如果你要写有关工匠精神的作文，对这个概念你就做出一般性的理解，比如作用，比如说是说具有工匠精神的人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细致的。说到这儿，如果你以逆向思维去思考，工作认真细致严谨的人啊，不一定都能配得上称工匠精神。为什么？因为只有认认真真做事儿，那你没有创新，你也不超越世俗的功利价值观，我觉得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工匠精神的。那所以认真细致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层次，而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观，那应该说是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他看过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吗？其实这个节目里边就很好的诠释了大国的工匠精神。你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把你个肤浅的内容作为你写作利益的第一个点，那显然是非常不讨好的，而且你不容易深刻而超出你的同类型的作文。比如说刚才讲的联大精神，有人说是什么呢？是刚毅和坚卓，对吧？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除了刚毅坚卓之外，其实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国精神也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核心概念给用好，那么要有几个步骤。第一，就是你要学会阐释这个核心概念，这是你写作的第一步。
啊。第二，咱们要追问核心概念，这个内容相对复杂一些，怎么追问？具体的来说一说，再深入的开展去分析这个核心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围绕核心概念去思考分析，不只是审题利益的需要，也是分析说理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你要想真正用好这个概念分析法，你就可以从概念的来源、表现、本质和意义四个层面来追问和探索，把这个具体的概念分析清楚。具体有哪些方法？首先，第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意义的阐释。那在这个阐释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出现一些你自己的想法。那最关键的是，老吴这个自己的想法要怎么产生？我就是产生不了，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用拆字法。那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忙”这个词。那比如说我很忙，那忙这个词怎么写？竖心旁一个王。那用我的拆字法就是心忙就叫做王，这个观点就通过拆字那体现出来了。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借鉴这一段话，节选自鲁书元的书生意气，大家可以截屏。还有呢，比较辨析法。那比如说知识和文化，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但很多人呢把它弄混淆了。那比如说有知识真的等于有文化吗？对吧？那再比如说忙碌和充实，忙碌和充实的区别就在于，充实是目标明确而有意义的，符合自己的期待的，那学以致用有实际意义的，这叫充实的人生。那就和刚才的拆字法是不是也可以合起来用一用试试呢？好，第四点，形象描述法。其实这个东西很类似于各大 UP 主说的骚话公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清欢这个词。清欢它的本意是清雅恬适之乐，如果你就一开始就把清欢这个意思解释清楚了，单刀直入会显得缺少文采。你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处理。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林清玄的这篇文章里面的段落，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都是清欢，我们的文采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好，接下来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用好核心概念，首先要分析理解核心概念，理性的去理解分析，我们有三种方法。那第一个是意义阐释法，第二是拆字拆词法，第三是比较辨析法。那第二是形象描述，那可以举例阐释，也可以比喻描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随时提醒自己使用逆向思维来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新的犀利的深刻的新颖的观点。好，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抛给我，我会随时和大家进行分享和解答。拜。大家好，我是吴小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学校老师不会告诉你的给分潜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考下试来你觉得哇太容易了，结果呢零分。你觉得有时候好难啊，结果呢只扣了0.5分。哇，我和答案几乎一样，结果呢全扣没门啊！两次考试几乎一样的题型，怎么两次给分差距那么大呢？你有时候觉得天哪完了，没几个字一样，结果最后一看满分了，你直接怀疑阅卷老师的鼠标惯性了，有没有？那比如说这道人物形象题，有时候要答精神品质，而有的时候呢就只答人物的性格就行了，你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吗？语文阅读该有标准答案吗？那我想说，有考试啊，其实就有标准，标准答案其实就是学习的方向，你同意吗？我们先来搞清楚什么是考试啊。考试是一种知识水平的鉴定方法，有鉴定呢，肯定就会有标准。那考试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这一点和言有尽而意无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文学解读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试题的评分标准呢，是经过层层筛选打磨后得出的。
阅读题有答案，但是谁都不敢说这是绝对标准的一份答案。你考完试，老师们拿在手里的那一份叫做评分标准。试题是命题人出的，评分标准呢，是阅卷人参考命题人的意志，在阅卷过程中预估考生的认知水平，结合考生的实际作答情况，再三斟酌后给出的采分点儿。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语文学习中遇到的答案做一个区分啊，区分，那老吴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敲重点了啊。第一，参考答案。一般练习或者教辅书后边的答案会给出解题的一些思路，有些呢它仅列出了关键词，比较精简，那这些呢你可以把它看作出题人给出的答案参考。第二，标准答案。这个答案呢是供教师阅卷用的评判标准，一般不会公布出来，每次大型考试会根据考生的作答情况，对出题人给出的参考答案做出赋分、关键词、答题思路上的一些调整，那用来保证整套试卷的效度，也能够更好的区分不同考生的水平。那为了让大家全面清楚的了解评分标准的由来，那我今天呢也送给大家一颗定心丸啊，分享来自我的前辈兼好友江苏省语文教研员徐杰老师在命题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态度，希望能够打消语文试题在你心中的神秘感。徐老师在组织老师命题方面呢分享过自己的做法，比如先召集部分的骨干教师讨论命题纲要，对考察范围、题型、分值进行一个规划，然后呢下发，接着呢组织三人一组的命题小组，根据命题纲要独立原创命题，然后呢再集中一天封闭讨论模题。那这个过程呢徐老师说应该还算科学，但是后来他发现三人模题也很容易陷入判断的盲区，所以呢增加了一个程序，找对应学段的一位老师来进行模拟考试啊，然后对照答案再次优化命题。那我们从命题专家的日常工作来看，不难发现一套题的答案绝非是一个冰冷的机械怪兽啊，无论是考题还是答案，我想都是经过双向打磨之后啊，最后期待能够调动大家知识储备和情感思维能力的一种存在。有些考题还会根据模拟测试者的作答而修改的更易于被读者接受，答案也会修改的更方便教师阅卷给分。那说那么多，其实是想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评分标准不是给你的，是给谁的？给老师的。而参考答案呢，参考度它真心是不高啊，很多人就坑在参考答案上。那我呢今天就要引入一个概念了，叫做考生的全答案。备考刷题咱们就是以全答案为目标的，我又把它称作备考答案。其实这才是考生复习时候应该遵循和训练的答题思路，因为它详尽具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考生可以遵循思路来进行作答。而这个答案的特点呢，是由解题思路贯穿，答案的层次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有课文内容综合的阐释。考试之所以公平，就是在于它有标准。之前大家看我的视频也了解到，阅读题本来就与作者没有太大关系，那高考是高考，作者是作者，考试向来呢寻求的是诠释与过度诠释边界的合理性，你把作者搬出来，有时候只会更加尴尬。培养好能力和素养是迎接语文新高考正确的姿态。那么既然这个答案的水那么的深，那咱们该如何选择好教辅去刷题呢？那比较传统的教辅，比如在小学阶段的这个五三天天练、黑马、七彩课堂，初中阶段咱们有外围试题研究，还有天力38套，高中阶段呢五三全品。如果老吴按照一个功能和侧重点来分呢，我们可以分为底层逻辑原理类的，老吴的那本一线素养就是如此哈，直接和大家梳理了小说和散文的前世今生，把大家在日常阅读和做题当中的这个痛点给大家讲透了，讲清楚了啊。那还有一类型是什么类的呢？我们叫做内容整合梳理类的，比如说全品、外围，对吧？它是学科基础知识拉网式的那种复习，为的是让你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不要遗漏要点。那早些年的试卷和真题啊，可以说做的相对是比较传统的。近些年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刷题类的教辅。那比如说我最近就做了一套这个高途的2000题。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做这个教辅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你选任何的教辅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精刷，而且答案呢要详尽，层次要清晰。那理科编排我觉得是要有梯度的，文科要有母题意识，
也就是所谓的一题一定要抵一万题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套书究竟如何。那这套书我当时才买到的时候确实是觉得有点吃不消，因为太厚了。我历来都是主张说一定要精刷，刷题的有效性是最重要的。那最后我打开之后发现呢，其实这个题目呢也不完全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分为三册，然后第一册我们叫做2000题的原题啊，我们就是刷题本题在这儿呢，然后接下来是办学讲义，那还有一个就是答案解析啊。你看答案解析也非常的厚，这样的一本。这个书主要是囊括了咱们的10年真题、1年的模拟，然后还有讲练的分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目录，目录整体来说非常的清晰啊，我带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等等，它每一个内容都是有非常清晰的结构框架的。同时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新的趋向的预测，这个地方我都给大家做了勾画。那么尤其大家现在选教辅，一定要选择新高考导向的教辅。无论你是老高考还是新高考，其实新高考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真题，那我们会发现它都是分成了两栏来进行排版的。那这个两栏排版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我们视觉上的一个疲惫。那我也在想它是不是所有题都两栏啊，后来发现比如说有新的地方，就是这道题它还是很良心的，没有去切断这个图片。那么你切断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把它缩在了单侧会显得非常的局促，而且伤眼睛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吧，对我们考生来说。那再比如说真题完了之后就是模拟题啊。那么模拟题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部分啊，那它是我们的简答题，简答题它并没有给足够的空间。那我曾经也说过，不是所有的题你在刷的过程当中都必须是白纸黑字写上去。那锻炼你思维的方式，你也可以是看完这道题之后自己想了一下思路，就去翻它的什么呢，答案解析。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它的答案解析好不好用啊。首先我觉得独立成一个分册是非常好的一个处理办法，那否则我们翻来翻去翻前翻后真的是很心碎，对吧。然后我们直接比如说翻到这个位置，你就能看到了，就这道题的答案，你就可以对比着上下对比着来看，其实也非常的轻松。尤其是在看完它的文字解析之后，很多同学我相信还是一脑子雾水，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就可以看一看它这个书籍附带的视频讲解，非常的清晰。一个视频可能就是一两分钟，那你也能够有一个及时的指导啊。尤其现在大家都在线上学习嘛，我觉得这一套书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大家独立学习的一个小的小星球了哈。文言文的部分应该说知道难了哈，无论是真题还是模拟题，所以每一道题都给了大家解析，视频解析，然后包括全文的一个翻译啊，在这点上来说也是对大家的这个关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办学讲义究竟是什么呢啊。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啊，是给那些对于整个学科没有任何架构啊，没有任何概念的同学形成一个整体的复习的网络。现代文阅读的部分，那其实你就可以把自己觉得掌握的不太好的重点难点的部分给它高光标注出来，然后它配合以导图给大家进行梳理。那再比如说这个部分啊，就是一些重要概念，它不光是讲概念还讲方法，同时讲的还我觉得比较细致啊，大的干货的梳理啊，都是以导图的形式呈现，要不然就是以表格的方式来呈现。应该说讲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梳理的也非常全面。你再比如说文言文的这个知识清单啊，它在排版上也很用心啊，然后大小字体深浅，然后不同的这个字体来进行一个配合，那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能够查到我们想查的字啊。而且这些知识清单其实就是一个干货，那我们平常这个刷题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不断的定期的进行一个学习。他介绍到小说的常见手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所举的例子其实是从咱们的初中一直举到高中的啊，这样对教材的一个整理整合，然后对教材的重视，我觉得也是教辅书当中难得的一种体现啊。那这套书就分析到这儿，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刷题。关注下一章，我们来谈一谈新高考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导向。下期给大家更新实例，不懂母题吃大亏，那些阅读题里出题人给你挖的大坑。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如果说学霸之间有 PK， 那你们觉得对于他们的 PK 来说，那个至关重要的科目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文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那我高中时候呢，有两个闺蜜，一个是理科生，全省第二名，最后去了清华大学，还有一位呢是文科生，没有考上北大，最后呢只有勉强去了厦门大学，硕士和博士呢都在南开大学就读的。那他俩呀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阅读，而我呢比他俩还爱阅读，结果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可是我语文比他俩考的都高，我绝对是那个让阅读耽误的准北大考生啊，请大家引以为戒。可以说最能够拉开学霸差距的就是这个语文选课了，而有效的课外阅读呢又最能拉开大家的语文成绩。学好语文，写好作文，除了读书其实真的没有捷径。问题就来了，读什么书？教辅书吗？你给推荐一个。Oh no， 我之前其实就说过了，教辅绝对不是提升语文成绩的捷径啊。那就看课外书，读小说吗？不，跟着情节走，单位时间效率实在是太低了，那你容易陷入什么呢？消遣式的阅读无法自拔。那么课外阅读看什么呢？能够提升语言质感和思维品质的书籍。你就特别想速成，然后觉得这个书你打开看一页你就能成仙，那我劝你放弃了。那没放弃的请把这期视频内容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今天来推荐一位作家的作品啊，他的篇目曾经入选了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本超过了10年的时间。2021年浙江高考语文卷现代文阅读就考了他的这个作品。他应该说是一个散文写作的开拓者，独特的风格啊，充分展示了修辞的魅力。和那他的作品呢，也结合了散文的语言、小说的结构，并有大量的科普和哲思。周晓峰啊，他每隔几年才会出一本散文集。他自己直言说，喜悦的同时呢，又有点内疚。编辑特别为难，因为他不特别喜欢去做商业的推广，那么几千册的印数需要几年才能耗尽库存，滞销好像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一样。那属于别人的畅销奇迹从来没有在自己这个地方体会过。那确实在市场不景气，人们只看手机，纸质书的江湖地位也被撼动啊！谁会关心巴尔扎克怎么说呢？人们其实只关心的是扎克伯格。当人们在短视频里5分钟就可以读完《红楼梦》，谁还会去花一辈子的时间细品一本世界名著呢？那我也经常为了平息缺少阅读的焦虑，买书的速度呢远远大于阅读。当然也有人买书啊，为了追求满墙精装全套，他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阅读，而是怕别人知道他不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思考是负担，而并非是一种乐趣。那关于写作来说啊，很多作者一出道时令人惊艳，但是很快就呈现那种规律式的下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因为确实是散文写作耗材大，拿缓生的树当速燃的柴，你确实烧不了多久，黑暗和寒冷就来了。那作家如此，我们普通读者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况且大多数人都不是太具备漫山遍野的生活经验，难免贫瘠和荒凉。那当我看到这一套书的时候，确确实实心里面是比较激动的哈，因为周晓峰自称自己这一套作品是寄居蟹式的散文，他说自己对于散文始终有着那种宗教化的神圣感，每次写作呢，他都使用一台词汇量很少的电脑，前词造句尽量不受到那个联想词汇啊、常用词组的那种干扰。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的每本作品都有着独特的气息。那乍看这套书的封面，你可能还会以为是一系列的这个动物小说，对吧？那打开以后才发现它其实真的非常适合中学生阅。我觉得写作要像海螺，不断地封闭自己曾经的那个腔室才能壮大，离开旧舍才能获得积极新生。那周晓峰的散文就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他舍弃了旧习，在更大的空间里既勇敢又怀有惬意的去成长。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书，尤其在这套书里边，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一本《巨鲸歌唱》，它
它特别适合我们平常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是利用我们的淋余时间打开进行阅读。它是一种札记式的写法，也就是说无论你翻开这本书的哪一页，只要你今天能有这么几分钟坐下来，它都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完整的思维体验。对，那虽然这三本书都是以动物为题，但是呢散文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那我顺着和大家说一说。那比如说这本《有如候鸟》啊，它是以缓慢的书写揭示了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哲理，就是以给予的方式剥夺对方，就像鸟想把天空交给尾鳍，鱼想把海洋交给翅膀，最终都死于彼此的慷慨。那这个《幻兽之吻》的话呢，用了更多的篇幅探讨的是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这本书里有致命的爱，有致死的美和致残的深情。菊鲸歌唱，这是我非常推荐给咱们中学生阅读的。它打破了散文偏重讲述个人的这种模式，向外延展了更多社会议题的讨论啊，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这本书应该说从修辞上来说简直是炸裂了啊！它的语言拓宽了散文写作的边界，那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非常推荐给大家。还有一本啊，村上春树，我们知道他小说非常多哈，但是小说我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村上首次对这个世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本书叫《无比复杂的心绪》啊，这也是村上第一次对这个世界发表看法。不要老是去看那些什么的作文素材啊，具有个性化的观点，那它其实也能够激发出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来，我觉得这才是源源不断的活水。接下来喜欢古典文学的同学不妨去看一看《文心雕龙》。那这本书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拿给我一个没有注释的《文心雕龙》，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读。那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好就是翻译和原文啊各一段，而且对应的无比整齐啊，特别适合学生去阅读。接下来就是这一本了，那既想去读哲学但是又无法入门的同学，想让自己变得深刻但是又觉得相反会体现出自己浅薄的同学，不妨以这本书为你的哲学的入门著作哈。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一本严谨但是又不严肃的哲学书籍，应该说是一个通识读本啊，特别适合刚上中学然后想要了解哲学，想让自己的思想能够和这个世界摩擦出火花的同学。那希望你能够通过一本书会挑一类书，同时呢也和大家预告我主编的这个新书《一线素养名著导读》呢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一起期待吧。如果你喜欢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用科普的方式和大家一起聊教育聊语文。大家好，我是吴小艺。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说有90%小学生是不喜欢写作文的，背完之后往上抄啊，久而久之思维钝化，明明是思维和语言的积极碰撞，自我创建和情感的抒发，最后都变成了什么呢？一个打卡任务。我想谁会真正喜欢并爱上作文呢？其实啊，低年级的孩子课标里从没有要求写大作文，大家估计都被骗了。关于语文教育，网友们一直在和我吐槽，大多数的书读和不读一个样，大多数的语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的大病根一言以蔽之，无脑阅读，无心写作。那如何破解呢？目前网民们在网上啊，比如说看到一个关键词他就急着表达，不顾事实开口就骂的朋友，我觉得真的还不如人工智能呢。之前这个胡某宇事件当中的那些谣言，还有粉红头发的女孩遭网暴，对吧，最后人家自杀了，对吧，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积累再多，没有内化吸收和思考，没有思维参与，没有学以致用，结合语境去输出，廉价的情绪满天飞，可贵的逻辑和理性竟然遭到了流量的鄙视。当然很多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理性的经验了，而你的人生要彰显理性的光辉，这确实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初中写作的主要任务呢，是让我们感受生活，了解自己。高中写作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我们的理性思维，做一个有责任和有担当的人。但是很明显，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做的都不够好。有网友留言说，哎呀，吴老师，我高考语文120多分，我就是靠背出来的呀，背多了我就有写的了呀。哎，那我回复啊，关于作文，你这不叫写作训练，你这叫读，目的是积累，而我谈的呢是输出。我没有否定积累的作用啊，但是呢，写作作为独立的课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它一定不是背啊。大部分人只能浅层次的看到目前写作的困境是基于语词和素材匮乏这个事实，而我呢，植入核心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是语言思维能力层面有本质上的区别啊，这其实是极其专业的一个问题，也是语文学科近些年的转向之所在。不明白也不怪你，因为你正处在问题的这个中心嘛，飓风的中心，是吧？温如敏先生曾经说，语文是人文教育，而不是文人教育。我们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是封建文人啊。为什么有人对背作文这个方法坚信不疑呢？我也想了哈，就是所有人都在给你一个强逻辑，你发现没有？就是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操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明白了写作原理，就根本不用消耗大量的时间去感知别人的作文，那操直接写啊，就能写出成品啊。看再多其实是没用的哈。这好的教育其实就是要缩短掌握原理的时间，提高写作练习的效率。人生没有几块能给你拿来练手的废料吧，拿别人的作文交作业，这既没有阅读的参与，更是写作上的作弊，本质上是自作聪明。那下一期我们说说具体该怎么破解，怎么去做吧。关注我是吴小艺。大家好，我是吴小艺。上学你们会发现最大的骗局就是课表上的自习课。我说实话，最可恨的就是那个早读。早读所有人都得来早，而且班班都在 PK 比谁来得早，然后来得早呢，领导还会表扬，你知道吧？一表扬，哎，那比如说今天是7:50啊，全班就到齐了。另外那个班呢，下周就7:30到，另外那班6:50，在那个班6:30、5:30，就卷起飞了，就简直是，苦的是谁呀？苦的你也是学生，因为你们永远要比老师到的早才行，对吧？老师来是来点名的，你们必须在老师之前就到啊。有老师呢也到的早啊，这可亲可敬可爱。没办法，为了这口饭吃，这早读我真的是最不理解的，就是在那个早自习上啪啦啪啦背数学公式，啪啦啪啦读一串自己都不知道在读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书啊，这美其名曰什么呢？加深印象啊，就是让你的记忆力就是在早读期间飞快加工。我想说，你觉都睡不够，你上什么早自习呀？你有那个时间，不如多睡一个小时的觉。有多少同学是真正睡满7个小时的？可能大部分同学也就每天睡6个小时，我保守估计。那你睡6个小时，你早上起这么早，你那早读能有效吗？我不管你读什么了，你读公式定理，你背离骚，我告诉你，你现在哪怕背金刚经你都没用。你那大早上来脑袋混沌一片，盘古开天辟地呀、啊、你当我们都是盘古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论种地也没这么早起的吧。所以拼命的学，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太残忍了。但是这个残忍背后呢，其实是我们内驱力的丧失，就是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内化吸收，就是自己在学习上应该去处理的那些东西，就是更不用谈什么费曼学习法了，然后记忆深加工了，你没有时间的，你一切都在做重复的无休止的机械式的劳动。你们是这样，家长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那这样能培养出比人工智能还优秀的人类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以我的经验，你的自习课几乎就变成了什么？好则变成写作业的课，坏则变成什么呢？几乎就是语数外老师把这课给要去拿来干嘛？赶进度上课去了，有没有呢？
但是说我这自习课就确确实实上的是自习，老师什么也不管，反正就让我们把作业赶紧做完，有的同学也未必把作业做完。对，就因为有的同学未必把作业做完了，所以你们的作业量也就到那儿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有同学在自习课上疯狂的做作业，到最后哎，自习课结束了，作业全都做完了，你们就卷起来了啊，你们就有无休无止的作业要做啊。这作业啊，一定不是做完就没有了，我告诉你们，作业在老师这儿，那你是越做越多，越做越有哈。所以呢，内卷既然是这样卷起来了，你会发现自然而然你的老师呢也就开始着急了。为什么？因为这一课的作业已经做完了，那回家就可以再留半个小时。那一课的老师看到，哎呀天哪，不行，我这一课也要拼绩效拼业绩。为什么呢？因为语数外好了，如果我的物理不好，大家就会觉得是我教不好。那拼命争取时间干嘛呢？无外乎就是多布置你作业，多拿时间来考试啊，多考几次老师也就安心了。你成绩好的那科，无外乎就是老师投入时间投入的多，对吧？管你管得紧一点，你就把它给学好了，投入时间多，但是真正你能够在这个学科上获得多少灵感，获得多少学科的思维，那咱就不好说了。但总之啊，有一点非常致命的点，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你甚至也不知道哪一科学习是你喜欢的，你只知道你哪一科成绩好，哪科成绩不好，你也甚至不知道你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甚至你不知道这个学科的明天是什么。为啥？因为你的自习课本应该是自我学习提升温故而知新的，现在这自习课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赶进度啊！你以为进度赶完了就能够解放了是吧？ No， 上课进度赶完了，依旧迎接你的是考试刷题讲题，考试刷题讲题的循环。所以你以为老师轻松吗？老师也不轻松，因为老师也没有时间回去消化吸收这些内容，他只有照本宣科。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 PPT 式的老师，出现了很多念教案的老师？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教学，他们只是一味的在应付教学，为了完成自己的基本的业绩。所以呢，只有死抠你的成绩，而抠的是那些什么呢？最好提升的死题。那只要每个同学把死题都做对了，一个都不做错，那这个是可以靠时间耗得来的。而那些高思维能量的高思维能力程度的题，却没有办法去让每一个人都享用一下他的思维方法。老师也没有了创造力，老师也没有时间想说，哎，这个题很难，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所有同学都听明白呢？他没有时间想。体现在哪儿？他明明晚自习，听好，也是自习，对不对？你们有多少晚自习是真正的在写作业，在温习功课的？没有吧？全是老师在赶课。所以老师在赶课，他就没有时间消化吸收，他甚至连看闲书的时间都没有，他更没有时间给他的爱人，给他的孩子回家去做一顿饭。那他的创造力何来呢？很多年轻的老师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那他的创造力又何来呢？他都在课堂上给你赶课了，有没有？这就是晚自习啊，最大的骗局，就根本不是自习，晚倒是特别晚了，但是呢，大家都在赶课，有没有？你要说这晚自习，同学们觉得不科学，我们的晚自习真的是想好好做做作业，你别傻了，同学。如果真的晚自习是所有人都在做作业，你的作业做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作业就真没完没了了。因为只要你把作业做完了，会有无数的老师再给你添加回家的作业，所以你回家睡得会更晚。你还好在啊，这个晚自习是在上课，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家长也很支持啊，晚自习上课省了我补课的钱了，因为上课总比自习好啊，对吧？这充分说明家长不信任你啊，不觉得你是可以在自习课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到知识的哈。所以最根本的，你看，家长也不信任你，老师也不信任你，老师也不信任自己，家长更不信任他自己，让你回家来自学啊，或者他辅导你，他完全没有这个勇气。所以现在就造成了你
被所有人抛弃，抛弃在自习课上，然后呢赶进度啊，赶完进度呢一个恶性循环啊，就继续刷题，就是低效的重复。再来看，这最没劲的也是大家最讨厌的早自习。早自习就在比哪个班起得更早，哪个班到校时间更早。然后早自习干什么呢？也不是自习啊，早自习是全班统一在背书，在默写，在写小条子，然后老师收上去批改，然后不对的同学呢，课间老师会见缝插针的来找你，所以你有可能每一个课间呢都不要喝太多的水，因为为什么呢？要憋尿，知道吧？你憋不住的话，老师来找你，你没在，那你就严重了，你就要中午留下来，或者是晚上留下来。天哪，就是死恨绵绵无绝期，知道吧？所以真的很惨的，现在的同学每天从早到晚一点思考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啊，那谈何内驱力呢？谈何自己的人生理想呢？然后你们的课表上的所有的课如此的虚假，如此的虚伪。所以我真心觉得讲到现在我已经喘不上气了啊。所以咱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啊，如果是让现在的家长和老师当现在的孩子，你们愿意吗？而且我说实话，你们就说自己想当年怎么着，想当年我怎么着，我们那时候怎么着，你敢让过去的你穿越到现在来试试看吗？现在的孩子压力极大不说了啊，从一到一千名排名，未来还很有可能难找工作。我觉得我是非常同情理解当代年轻人的哈，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们也得要好好想一想，未来要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壁垒，我们也才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谁说这教师用书是教师才能看的呀？那老婆饼还是只有老婆才能吃的呀？教材系列学生篇今天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年级上册的教材为例，那么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如何用好教材进行学习和复习。复习时候抓牢这几个点，你想要考砸都难。我们来看教材七年级的上册啊，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目录。首先看目录，为了明确一个点，就是主和次。以第一单元为例啊，这个有星号的标志的课文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自读课文。没有星号标注的，像春和济南的冬天，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老师的讲读课文。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单就文学常识这个基础来看，朱自清、老舍重要还是刘湛秋重要？对吧？这个很明显，肯定是第一课和第二课的作者更重要。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我们的讲读课的课文和作者相对而言它的重要性都要高于我们的自读课的课文和作者。好，那么你通过看这一整册的教材目录，我们就可以发现，哎，哪些作家是重点要我们掌握文学常识的。再拿第二单元来看，秋天的怀念，还有散步，史铁生、莫怀奇。哎，你说散文诗二首重不重要？哎，它有泰戈尔和冰心的文学常识，也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究竟哪些重要，哪些绝对的不重要？我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历年我们其实都会给大家这个重点掌握的作家作品哈，也会给大家梳理出来干货。第一单元为例，我们还是看第一单元啊。这个古代诗歌四首，这四首诗是一定要去背的。我们到时候一会儿，我们到时候根据课文内部教材来看应该做怎样的一个细化的学习和复习啊。那你看到第二单元的一个构成，第二单元是文言文，这部分的内容都建议大家能够尽早背完的就尽早背完，然后怎么背，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去背。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一整个七上的目录，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明确主次，然后第二个任务我们需要去反复落实，好，最后那就是要优化你的笔记。我们怎么来把自己的笔记优化，然后这样的笔记才能真正的适合你去提升自己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哈。这样是一目了然，就能看出，就能筛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来。那你对于熟悉的作家其实也是我们常考的，那对于一些比较生僻的文学常识或者是作者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一篇对吧，我觉得就是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一定要对应好这些作家他们的朝代、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作品的题材以及对他们作品集的概括和评价，这些内容
都是不能出错，不能张冠李戴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以单元导读为例，来看一看第一单元的重点有一些什么。下面这个要求的话呢，是我们同学复习的要求，可以这样来讲。那么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想象文中描绘的情景，想象情景，领略景物之美，也就是说景物的描写，景物描写的美以及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单元的要点啊。把握好重音和停连啊，去感受汉语声韵之美，这是老师也要落实的，是吧？你自己大声朗读就行了。注意揣摩品味语言，品味语言重点勾画下来。那其实可以看出来，他要品味语言的角度就是这个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所以我们复习的关键词就是比喻、拟人、表达效果，就这三个点你都必须弄明白。我们以春这篇文章为例啊，这个部分的蓝体字我们叫做预习的提示。我们来看一下散文朗读课文展开想象的翅膀啊，想象描绘春景，感受蓬勃生机。好，那你读完这篇文章也好，还是没有读完这篇文章也好，你都应该知道这篇文章里面它使用的一切描写都是为了反映春天的蓬勃生机，表达作者对春天的喜爱。所以把握住了这个主旨，你也才能更好的去阅读或者是再回头再复习这篇文章。那么在读文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把一些容易写错的字，或者是注释当中有课文当中也有标注过的字，那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字词就是一个重点字词，那你就是需要反复的在理解当中去记忆，并且学会使用它。那这样其实是可以升格你的语言的啊，用到作文里面。好，再来看注释一，一般文学常识在哪里？都在我们的注释里，你需要把它勾画下来，归纳下来，并且去记忆它，这样最好是形成你的文学常识笔记，但是不用记那么长，则取关键字来记就可以了。好，同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些关键的词都是容易写错的。那么遇到关键词之后，每一课的关键词如何处理呢？不光是勾画下来，还需要反复的在考前去听写，听写完之后找到自己容易出错的。那么初一的话是有填字格的，可以对应着把字也给练好了啊。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如果有考到书写题，我们使用的字一定是正楷啊，反复的去听写去默写。然后最终你的目的其实是要筛出容易出错的那部分的内容啊。好，来看思考探究。如果你对这篇文章的把握还不够透彻，那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其他练习题。就以春这篇文章你最熟悉的文章为例，你去思考它课后的三个练习题。通过这三个练习题，你其实可以学会做这一类型的练习。这就是真正的好的题目它的意义之所在。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刷题，而是抓准一类型的题反复的去看。那你说这类型的题答案在哪里呢？我不建议大家到市场上去随便买一本所谓的教辅书，那直接看什么教学参考，看老师的教参也是最好的方式啊。好，然后再来看积累与拓展啊，这部分的内容也是可以当做重点题型来复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是紧紧的扣住我们这个单元的要点和这个篇章的要点来给你设置题目的，所有的重点难点全部在课后习题上。看接下来这个部分是什么内容呢？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知识栏啊，这是我们教材编写者给我们单独列出来的一部分语文的硬核知识。那么这部分硬核知识你就必须掌握了，而且呢，比如说像比喻这个修辞手法，你要去接它的例句，理解的基础之上，你还要学习它怎么来一步一步给你进行一个赏析和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古诗，反复去落实去默写。那么如果有家长的话，老师的话，那你可以去让学生抽背抽默，反反复复，不能出现任何一个错别字。然后你最后可以做这样一个处理，就是把每一首古诗文当中容易出错的字把它都圈出来，把它全部集结在一个笔记里面，这样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统一的提醒自己说，在默的时候就不能出现这样的错误了。讲读课的古诗文后面也有思考探究题，那你如果要进一步的复习它，也是把这几个题目思考透了就可以了。那这部分的积累拓展呢，不一定是非要考你默写的，中考也不一定会考这些句子，那你可以用来积累，变成你自己的作文素材。
接下来我们看，写作专题啊，其实整个新教材的编写是非常注重阅读和写作的。他提到的一些细节性的观察和训练，我觉得这几个题目都适合贯穿在，孩子们整个初一年级来进行一个片段写作练习。那么，如果是作为复习，那么在这个单元的复习当中，肯定就是要学会观察生活，写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学会记叙，文言文的复习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字词的意思理解，全部都要回归到原文当中去理解。你比如说这个第七注释咒，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你就必须把这个咒字放到这个句子里面去解释，然后加点，咒是急的意思。平时可以让孩子把这个注释标注在课文上，然后如果一旦是形成记忆了，希望把它放到笔记里边。这个笔记不是什么都记啊，而是记通过你听写之后他写不出来的啊，或者是记忆有错误的，一定认认真真一个一个的落实。好，那至于文言文当中提到过的这些人物的文学常识呢，那建议大家还是知晓。再来看名著导读，名著导读可能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会提前一个学期，在上一个学期结束之后的假期就开始翻阅这本名著了。但是翻阅名著不是无目的的翻阅，很多老师就说：“哎，布置给你们这个假期就是要看这本书，就什么都不说了。”这肯定是不行的。那你需要去对这本书的阅读任务做一个梳理。那么你必须提前去把这个教材拿过来看一看，究竟对这本书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阅读目标。那么我们一定要看好阅读目标，再布置阅读任务。那如果说是复习阶段呢，就一定要好好看一看这个部分啊。我们对于《朝花夕拾》这本书，它的介绍、简介、它的地位、它的评价，包括某些重要的章节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赏析。可以说，教材上面给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一些要点，但是它不一定直接会来考你这些要点。有一些省市的中考更偏向于细节性的考察，而有一些省市的中考题更偏向于阅读方法的考察。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中考的考情来进行一个复习备考就好了。但是总之告诉大家，这个部分的内容，读就是读，懂就是懂。否则如果你不读，不懂装懂，这块内容你也是拿不到满分的。一定要有真实的阅读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雨的四季自读课文。那自读课文怎么来判断呢？你看，一个是我刚才说加的星号哈，在目录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读课文旁边，你总会发现会有一些批注，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专业的说叫做助读系统啊，来帮助你去完成这篇文章的整体阅读。所以，这样的课文虽然是自读课文，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自读课文不重要，而是自读课文是运用前面这个单元前几课学到的方法，那你综合运用到这篇文章当中，自己去解决一些阅读过程当中的问题。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啊，教师教学用书，谁说这本书只能老师用的？是吧？我也推荐家长和同学复习的时候，在这本书里面找答案，因为这本书里面的答案相对而言它还是比较权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来编著的啊，你不相信他，你相信什么呢？好，复习落实总结三个时内间。容，第一个就是知道这册书的主次，同时呢反复落实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你还要做个性化的笔记，所以叫优化笔记。不是上课老师记的所有都是最重要的，而是你要筛选出来对你来说最容易出错的那部分内容。教材上的基础已经占到了考试的70%，如果你能够把这70%都拿到，你的阅读写作能力也在线的话，你的语文基本上是非常高的分了。我们经常发现，语文考试考不好的同学，多半是在于他根本就不知道要落实什么样的基础。那语文成绩应该说是所有学科当中最容易稳定住的。那么最后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内容哈，也就很多同学说，那我基础已经没有问题了，我要提升我的阅读和作文，我不能只是靠教材，那我要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我怎么才能把我的阅读和作文的底子给打好，助力我的高考呢？我推荐给大家我的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目录上的内容。
前半部分都是在告诉大家如何建立阅读的整个的一个体系，从文体的源头来追溯，那么就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入的由浅入深、由深入浅的认知，然后呢再运用到我们的语文学科的学习当中，告诉大家如何去进行一个备考，而且是俯视高考的角度啊。所以这个书推荐给大家，可以好好再去看一看，是有非常有助于大家去进行一个整体的语文学习和规划的。然后下一期和大家分享高中复习备考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欢迎关注我，吴小艺带你一起上分。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咱中学老师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学毕业生。中学老师其实最喜欢教小学就被培养出叛逆人格的学生啊。有人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样的，是吧？我首先我很喜欢这样的学生，为什么一会儿我说理由啊，但是大部分老师我相信喜欢的是这样的小学毕业生，守纪律，懂礼貌，有理想，会疼人，每天按时交作业，不丢三，不落四，不惹事，不生非，也不自卑。如果所有学生都这样，那我问，要你中学老师干嘛？要你老师干嘛？你还能教育啥？是吧？这类不招人喜欢的学生都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丢三落四，说明这孩子没有自主意识，他以父母经常为中心啊，惹事生非，说明他没有集体意识，经常以自我为中心。而悲悲戚戚，很自卑的学生是没有目标意识，总是以他人为中心，是吧？我们好好思考一下，那有机会我们也说说这三类孩子要如何教育。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这种小学时候被培养出叛逆人格的学生？那我说实话，小学时候就讨厌小学老师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第一，说明他有主见。他为什么叛逆你？证明他有思维，他不同意你的做法。第二，他又有点没找得到自己，哈。那其实对于这样的学生，第一，用爱和智慧来感化他，那我觉得他会特别的服气你。第二，你能够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那么你就彻底赢得了学生对你的尊重。我就想说一说，为什么从小学上来学生有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叛逆人格？我们老师把学生想得真的太白了，你知道吧？就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作为上位者，什么都可以颐指气使的对学生。学生那个时候小，他不会反驳你，但是他内心里边已经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这个时候他就会把对你的这种印象去搬到哪里？搬到中学老师这里。然后结果发现中学老师不是这样的呀，他突然之间对你好感倍增，有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如果班里面有学生没有带文具、没有带书或者学习用品，你统一一个做法就是去回家拿，打电话让家长送过来。好，如果你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无区别的对待学生，那么以后到了中学，其实我们中学老师只用做一件事情，就是好的，这一次没有带的话，那老师把书借给你吧。同样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个学生惊呆了，老吴可以吗？我可以拿着你的书去吗？我可以啊，没事啊，我借你我的书啊，很正常啊，我也会忘记带这样或者是那样问题的时候啊。所以学生拿着书的时候看了我几秒钟，惊呆了。结果这个学生真的在我的课上再也没有忘记带过书，反而有一次是我自己书籍忘在了食堂啊，走得太快，然后我就非常坦诚地跟学生讲，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老吴今天没有带书，谁能够把书借给我看一看？我的书忘在食堂了，走得太急，全班都把书。那这个班是怎样的一个构成？我们每个班的倒数五名，然后放到了我的班里，啊，这个很酸爽，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最近的话，应该说很多朋友都特别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让那些不爱学语文或者不爱学习的孩子提起学习兴趣来的。好，那今天我跟大家就分享一招，一件事，然后看一看能不能获得那么一点点启示，好吧？还是老规矩，十个赞，我就更新下一期，继续出招。好，那今天说的是让恨死语文的孩子爱上语文，还要学好语文。那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可能我们有很多老师才接手一个班啊，或者才见到一个新的班级的情况的时候，你们总会拿到学生的一份名条，而这份名条上边其实是有他的过往的成绩的，甚至是过往的老师对他的评价的。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名条和过往的成绩，如果有方式可以抛在公屏上
那我可能会和你说，那你就假装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吧。可是这么多年给我的启发是，我根本就不 care 这个东西，我不在乎它。那你如果知道了，你都宁可假装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会使你对学生在一开学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极其可怕的刻板印象。但是孩子其实是在成长和发展的，他小学即便是个差生又怎么样，他中学初中毕业了，他即便成绩不好又能怎样呢？其实你对他的态度，你的一个眼神是很能够令他感受到你对他先前的一个形象的感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现在我的眼神，对吧，就是轻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可能都会觉得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是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老师不要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种印记，然后呢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影响了对他的反馈。那我举我其中的一届学生的例子，我当时是既是教科研主任，然后同时的话又是备课组长，带着两个毕业班。我那一年非常的忙，但是呢不光是年级上的培优班要带，年级上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班叫做辅差班我要带。那这个班是怎样的一个构成，我和大家说一说，是每个班的倒数五名然后放到了我的班里啊，这个很酸爽是吧。我第一天推开门进到那个班，所有学生要么是在打游戏，要么在吃东西，要么就是在哔哩哔哩干杯，对吧？啊，我真的就是凉凉了。但是我突然间发现，他们有一个爱好，我竟然发现有三桌子人都在下五子棋。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你们不就是爱下五子棋嘛，是吧？然后写不出来作文，然后你不愿意背诗，今天姐就借一个五子棋来，我就借了一个那个学教人下围棋的，你们知道的那个非常高档的那个器材，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教室。我说行，今天老吴就让你们上台来 PK 一下五子棋，可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每下一颗棋一定要背一首古诗。所以今天也是让大家一句不让这棋就赢，二十不让不让因为这样把孔子接着很看成岭侧成峰是吗，很看成岭侧成峰，好年纪高就给我平行成一高空的，对呀，这点事实太恐怖了。我都看你啥时候能下出来。先走。长河落日。不红不是无情。看到春泥更护花迎了得了还。棋下对了，诗也得写对了。是一波先自愿来，第二波就我点名来，好，那个跃跃欲试啊，就开始上来下棋了。后来发现啊，这个要想下好棋啊，还得把诗给背溜了。那于是我说行，那现在先去背诗吧，反正下棋棋艺你们已经有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诗意，对不对？那得要自己好好积累一下。好，结果下去就开始背诗，十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可能十个小时都没办法背完一首诗，这可好，这十分钟十首诗就背完了。你看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不愿意背诗，他是真的不想背，他没有动力背，而且他没有好胜心在学习上。可是五子棋这件事情他是激发了他的好胜心。那接下来好，你们感受到了下棋和背诗之间的这个联系和魅力了。那有的同学就觉得哇太刺激了，在下棋的过程当中我那个煎熬啊，第一个是我要想棋怎么下，第二个是我要想诗怎么背。好了，作文素材是不是有了，一堂特殊的语文课啊，一场特殊的五子棋比赛，你让他在课堂上成功的体验到了他心里的那种变化，胜利的喜悦啊，举棋不定时的那种焦灼犹豫和紧张，对吧？那他有了心理体验，他就能够把这些体验化成文字给写下来。因为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想赢的欲望，每个班我相信都有这几类孩子，沉迷游戏的，喜欢追星的，酷爱篮球的等等。
那么这些年其实只要你有耐心善于去发现啊，他们其实都能够被语文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万物我觉得都可以是语文学习的源头活水。那么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几个对待所谓后进生的原则。第一，不要戴有色眼镜，一视同仁看待每一个孩子。第二，不打压，而且呢也不要假意夸赞他，因为这部分孩子其实情商还是蛮高的，他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究竟表扬他是为了什么。第二，尊重兴趣，用心去挖掘他的长处。第三啊，应该第四了啊，第四，找到兴趣点与学科的对接点，鼓励鼓励，批评鼓励批评，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先开始要多鼓励，后开始批评和鼓励轮番交叉上演，让他感到你对他的真心和期待，带领他了解自己，设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的目标，反复当中不断推进，真的是要因材施教，不厌其烦。谢谢大家，我是吴小艺，用科普的态度学语文，一起聊教育，关注我，拜了个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忙啊，最近大家都知道，能够有闲录视频的都一定是全职 UP 主，线上线下工作都特别的多，所以就只能借用今天早餐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关键的信息吧。我的同事，前同事之前发来信息说要到我们家来当保姆，高级知识分子怎么当起保姆来了？确实，也是有原因的。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之前的民办学校名转公了，而且还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对吧？名校。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师，我说是处于编制待定状态的老师。那比如说是很好的这个高中或者是初中啊，那么这些学校呢，如果要是上头不给编制，他们会临聘一些老师，然后可能承诺给了这些老师，哎，你慢慢教啊，三到五年我一定给你编制。但是呢，这两年特别的凶险啊，就是就业环境大家是知道的，一部分免费的师范生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安排下工作，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人家就确实学的是师范专业啊，可是这部分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这个好打住不说了，现在啊，那总之就是有一部分的大学生他的就业啊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之前滞留的没有给人家解决编制的老师，所以现在呢就导致了什么？不是说老师青黄不接啊，而是编制青黄不接，所以有部分的老师就卡在这个滞留的位置上，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为什么呢？你的工作量和之前是一样多的啊，甚至转工之后还更多了啊，但是你的收入是被拦腰砍断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会说和育儿嫂相比呢？育儿嫂大家都知道哈，那个她的月薪在十八线城市也基本都是五千起，然后一二线城市贵的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万左右啊，那你哪怕是一个平均的收入也能达到六七千，可是现在我们很多老师，你的收入真的确实是没有这么高的哈。当然说实话，两个工作嘛，你花费的精力包括你付出的这些劳动的形态它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跟我聊天也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确实这个玩笑的背后我觉得透露的是我们老师的幸福感并不是很高，整体的收入啊确实是受到了影响。那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各种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么我们老师确实也是自身的发展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呢？就是我以凭职称来说吧，你一旦入了编制，那你的职称就要等到上一个老师他退休了，那你才可以空出来这个编制，你往上去评。那如果你不录编制，那意味着什么呢？你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游离状态，人家学校
很可能说哪天开你就把你给开了，对不对？那有编制的老师呢，可能还有一层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老师焦虑的原因。那今天我们就反观一下，如果是家长，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过去可能比较好的学校，老师是处在工资拦腰砍断，而且工作量又不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如何给孩子选择学校呢？然后这一部分的民转公的学校，或者是原本公办学校没有给老师编制的，那会不会导致师资的流失呢？他流失到了什么学校？那这部分老师流失到这些学校之后，这些学校会立即变好吗？哎，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如果长期以往啊，我们的老师始终处在一个幸福感极低的状态，那他有什么样的能力、爱力和智慧来教育你的孩子呢？如果我们教师还在天天说啊，我还不如去当环卫工人，那我还不如去当育儿嫂，我不是歧视纯劳动付出的这个职业啊，你让传递知识去塑造孩子灵魂的工程师哈，有了这样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啊，研究原子弹的啊，那还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我觉得这个教师就真的是越干越寒心，越干越心凉了。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到大事的。啊，我们的老师如果是卡在这个中间啊，你的编制还没有，那我觉得你也要谨慎的看待，是否是这个长把伞要一直扛下去，还是自己想一想，反正未来大家同样都不好找工作，那不如你现在就好好去趟一趟这一滩更大的海洋啊，看看能不能搏起一点浪花。反正终归35岁之后，任何企事业单位也都不会招，尤其是女性啊，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啊。所以，唉，真的只能一声叹息吧。祝大家好运。下一期和大家说一说咱们考编和应聘教师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好，我是吴小艺。如果你像这样批评学生，我相信学生会100%的服气你哦。首先提到批评学生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该批评的时候啊，真的别瞎批评，因为话多不甜嘛。总是批评你就会变得婆婆妈妈，而且一个婆婆妈妈的人，其实你在孩子心目里边是树立不了自己的威信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如果他犯了错，但却在找以下三个借口的时候，你一定要严厉批评，当然也有技巧。我们来看第一个，我忘记了。我们一般的老师怎么回应呢？你忘了，你除了吃饭你还能记得什么？你怎么不把自己也忘记带到学校来？其实说忘记的同学啊，本质上我们想一想，其实是你没有强化信息的习惯。忘记了，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等等啊，这些你都要告诉他，其实都不是理由。那你总是忘事儿，那你自己要学会总结原因。那么接下来我的建议策略是提供方法给他。比如说你总是忘记这些事情，那你使用便利贴，你调闹铃，同学之间相互提醒，甚至是有带有惩戒性质的相互提醒。第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是有意的，说句对不起就完事了。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对不起？记住了，没有后悔药哦。很多同学啊，其实出发点是好的，那但是问题是，出发点是好的，难道办了坏事儿也要被认可吗？经常说我不是故意的这类同学，他的本质上其实是对一些事物的原理，他在理解上是有偏差的，而且他始终缺少对不良后果的预判。比如说，借尺子给同学，结果呢，动作太大了，一飞划伤了同学的脸，下了课了冲出教室，然后呢到食堂去吃饭，结果撞倒了半路小学部的孩子，他都会说一句我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
你就要让他去想是不是对事情的理解和某个环节的把握上还有偏差。策略，改变认知。其实有效的说教，有效的良好的沟通，就是要用你的经验去改变学生的认知，是用你的正确的这样的认知去辅正他的错误的认知，告诉孩子有很多事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是结果导向，必须要看结果，否则老师要么就是网开几面，要么就是徇私枉法。而且在处理这类型的问题的时候，我一定建议老师一定是一视同仁的，只要老师开了绿灯，开了个例，那你整个形象就崩塌了，学生会觉得你不公平，记住不公平这三个字是当老师的大忌讳。第三个借口，是我不小心做错了，真的是不小心。你什么时候小心过？马虎大王就是你了，等你以后走向社会，你就知道自己问题有多大了。这个不小心做错了，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孩子的注意力和熟练程度不够。不小心，无论是考试不细心，还是日常行为自己是个糊涂虫，这个错音是千奇百怪的。但是马虎大意一定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导致的。我的策略是主观原因分析哈，不是找借口，分析客观的原因和理由。比如说很多同学平时对于知识点一练就会，可是呢一考就错，那这个其实和他所谓的紧张这个借口并没有什么关系，本质上就是他注意力不够集中，被别的事情给分散了。没有注意力，你谈什么理解力和准确度呢？各位，那再有就是不愿意反复的练习，不愿意刻意的练习，因为刻意练习是可以形成动力定型的。就像咱们开车，熟练到一定的程度，你不会说因为哎自己开车的时候过于紧张，然后我就不会开车了啊，或者说听着脱口秀你就闯了红灯就不会开车啊。那么对项目任务的熟练可以弥补注意力的缺陷。说的通俗一点，你要么就是不够熟练，那就得练，要不然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一个双向刺激互为因果的一个循环。最后呢，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指责和批评啊，真的是两回事儿。批评主要是帮助孩子辅正自己的认知错误，然后教他实际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指责呢，就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刚才大家也看到我演了，对吧？让孩子呢，感到气愤、沮丧。其实这种气愤和沮丧是成功的抵消了他内心的愧疚。教育最难得的其实就是让受教育者有悔过之心。谢谢，我是吴小艺，用科学的态度，科普的方式研讨语文和教育，关注我，下期见。初中啊，很多老师为了抓成绩，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一本书发下来，这学期开始了，先把古诗文全讲完，然后让你干嘛？背诵，然后考试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许错。确实，这个班的整体成绩，哎，它就上去了，对吧？大家好，我是吴小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的话是全国一所百强中学的语文课代表，后来呢，如愿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再后来呢，就当了科研主任，现在又成为了签约作家。所以今天呢，我想说关于语文学习，我呢还是有点民间话语权的吧。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从初中啊，可能升到高中，你之前的语文成绩还不错，但是到了高中，语文成绩却如车祸现场，惨不忍睹。究竟为什么会导致初高中语文学习脱钩呢？学习方式为例，初中的语文学习要想提分，那是背默为主，实际是王道。尤其是很多的语文老师，为了让班里面的整体成绩获得提升，基本上就是放开现代文不讲，有没有？直接每学期开始就先把古诗文给讲了，让你背的滚瓜烂熟，考试的时候一道题都不许错，对吧？那其实这个是老师提分的一个基本的办法，比如古诗赏析这种题啊，初中靠背啊，那又是实际层面的，而高中呢靠赏，这是赏析层面的。如果一首古诗你连读都读不懂，那你谈何赏析呢？
初中你翻译了就能读懂，初中的诗不就是春眠不觉晓啊？唯一难读懂的就是那花落知多少嘛，对吧？高中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它合成一首诗，你突然间发现姐就是读不懂，姐就是读不懂。整首诗在我看来可能都是行为艺术。什么叫闲敲棋子落灯花呀？你要理解花落知多少的情感，你还要理解黛玉葬花这种行为艺术，这种闲敲棋子落灯花它背后深藏着的情绪和情感。你遇到过脱口秀大会全程看下来不笑的人吗？一，说明这种人不看娱乐八卦，第二，没有生活经验，对吧？那其实诗歌就是一个读梗大会。初中你如果没有遇到一位能够教你上天入地之法的语文老师，你高中确实是难了。再比如说作文的问题，那就更突出了啊。过去在初中啊，苏轼、欧阳修、李清照排比句张口就来啊，还屡试不爽，发现高中这么写得不了高分了啊，找素材去背了一堆，可要么是不会用，要么就是太牵强啊，不得要领。为什么？你想一想，你的语言背后有多少含金量？有思维参与吗？神州登月和张桂梅老师他有什么联系？那如果你要是拿给我，我也可以深挖出民族自信，谈女性的独立自主，我甚至可以都用到时间的沉淀这个主题上来。哪怕一个素材，你也要做好思路开发，多维度去思考，探索它的内在逻辑和接口。像小朋友玩的那个雪花片啊，看一下，你的接口越多，你思维发散能力就越强，证明你的这个素材被开发的就更到位，对吧？你考场写起作文来也会如鱼得水。那你问我是怎么思考的，那我会告诉你我是天生的。你是不是更绝望了呢？其实啊，就是读书读来的。那读书的视频老吴更新了一期又一期，对吧？希望你多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怎么学吧。啊，首先立德树人你必须吃透啊，这是选拔人才的这个风向标啊。各位，你有担当，有责任，有理想，有文化，还要充满着民族的自信啊，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日常学习中。更重要的是，你要秉持这样的信念出现在你的考试答题当中，因为你是这套题的作者，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啊。总的学习原则，自主自律自悟。看小说啊，自律和不自律的区别非常大。如果你是一个自律的，懂得去学习的人，那你看小说不会流于情节的娱乐性，而是从语文学科的角度去赏析这本小说。这个东西啊，全靠自律。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去悟啊，把你这个体会变成自己的营养。学霸之间的竞争确实在于语文，那语文的卷王其实就是文学类的文本。你为什么考不好？不怪教材，不怪老师。我今天说句实话，因为它真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高考题。你就好像数学的那个压轴题啊，你如果会微积分就会很容易把它解析出来，但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每一个老师都能把它通俗的讲解清楚。语文也是如此，想要考高分并不难，也不耗时间。最重要的是，你能把中文系里的核心课程和文论概念用通俗的方式高效的传授给高中生，这是我经常跟老师们说的哈。那比如我初中时候我就在看中文系研究生的论文了，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如果真有学霸脑，我想这就算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吧。你一定会说，我爸妈是不是就教中文的，是吧？我告诉你们，和中文系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我爸爱看知音，我妈爱看读者。同学问，这算不算超前学和降维打击呢？啊，如果有机会学，那我想说，你又能拿我怎样呢，对吧？好的，咱们不扯远的了啊，就非常务实的，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同学要如何学好我们的高中语文呢？今天老吴啊，说正经的给大家五点建议啊。首先第一，必须重视课本，抓牢基础。红楼梦和乡土中国高一开始就读啊，文言文要形成语感，多朗读，背例句啊。最好的教辅干货是自己总结给自己的。第二，拓展阅读，积累素材。作文呢，要写出思辨性，有自己的角度，随时随地积累素材。那阅读有语言质感和思维品质的书啊，这样就便于你
去更好的高效的去积累素材。第三，以考定学，全程备考，以每年的高考题为导向，那你找到学习方向，及时更新自己的学习方法。第四，关心时事，学以致用啊，那个热搜热议你不看，那娱乐八卦你总得看一看吧，你不能一点都不知道吧，退一万步，当年的热点新闻你得了解一下吧，是吧。第五，130分以上的语文，记住一定要突破高中知识的极限，向大学中文系去要分。那具体要掌握一些什么内容，老吴将在后续的内容当中一期一期给大家更新。谢谢大家，我是吴小艺，关注我，用科普的态度教语文学语文，拜拜。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背诵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都会遇到背诵全文这几个字，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就是这四个字几乎是成为了你一辈子的恐惧之所在，也成为了你不喜欢语文的起点，有没有？其实你要问我，这么多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语文粉丝，我讨不讨厌这几个字你要说讨厌吧，确实有点，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去背呢？但是如果不讨厌呢，我又确实觉得就是你背完的文章确实是会在语感上对你有所帮助啊。但是我今天不想从这个角度谈背诵究竟好或者是不好，我想更深层次的探讨的是什么，每一所学校啊都有老师他们为这个平均分挣破了头，可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平均分没有学生和家长从这个层面考虑过平均分究竟会对一个老师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影响到你对于这个学科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就这么说吧，很多同学觉得哎呀这个默写没有必要这么死抠是吧，可是为什么有的班这个语文成绩好，那你会发现老师就是在死抠这个默写。但是死抠这个默写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每一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在重复上面，因为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们说那个数学，比如说立体几何也好，微积分也好，你学不会的人，我说实话，可能你给他再长的时间他都学不会。但是语文这个东西啊，尤其是背诵的这些东西，那其实你要花时间，他就一定可以得高分，甚至他就可以得满分，对吧？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分不多，有的省市其实中考就只有4分，多的可能有6分，过去可能会有12分，但是不管它是多少分，这个分其实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也正因为它可以达到，你们知道吗？那下边的老师就会为了这道题而不择手段去让你们拿满这道题的分。那么可以变态到什么地步？读、背、抄，背不得的就站，对吧？站不了的就请家长，请家长回去继续背。那哪怕你坐在梦做梦的时候你能够把它背完，那都是很赞的一件事儿。可是你们发现没有，这道题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阻碍你的思维发展。你的思维一旦没有时间去发育了，那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你打王者荣耀你都没有时间去打野了，你都没有时间去把你的 buff 提升了，那你说你未来在对战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嗨，那你也一定会说老师又不是傻子，对不对？那得高分得好分至少对我们也有利，对我们升学有利啊。我想说你们考虑过这个层面没有，就是一道题，我说默写题它的满分比如说是6分，你的平均分班与班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可能就是0.5分，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在这道题上的表现很可能直接落实到最后的排名，就是老师最后的绩效，就是这个地区这所学校最终的绩效，就是这一整个区域它的教学业绩。我已经不能再说了。所以为什么会不断有老师去抓这道题？因为这道题抓起来是最简单、最直接、最粗暴、最有作用的，谁都能抓。你去拽一个盖这个搬砖的工人来，但我不是鄙视工人，说他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你明白了没有？就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水平，你不需要有智力支持，这道题你
只要会识字，你都能够把它给抓好了。所以反反复复当中，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机械式的反复。这种机械式的反复是最